找不到。陈君共喜不喜欢？你看，陈君共看好这边。哦耶！目睭拢紧起来啊！规个目睭拢紧起来。真有真，目睭紧起来。哇！哦，好厉害啊！你这样，你看。啊，朝这边。哦耶！朝这边放。朝这边放，放这边。看啊、哦！哦哦哦哦！朝这边，这边。哎、欸，对，好，放开。对。好不好玩？我不吃珍珠奶茶。你好逊哦！那你喝什么？做神仙了？咖啡，咖啡。咖啡等一下才会去做，珍珠奶茶才被加那个东西，你还敢吃？哦，对。还是你喝不喝？对啊。可是我喜欢。你喝不喝那个？哎，翡翠柠檬。那个青玉啊，台东上来的，啊、那个要排队。珍珠奶茶还被加那个东西淀粉了，你。又不是每一间都有。每一间都有，真的。那怎么办？金茂姐，我们不能喝珍珠奶茶。不要吃那个。那个不是珍珠奶茶的问题，是珍珠奶茶也不知道加了那个东西。他会不能生下来？他说喝一什么20杯就会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冒险，你超过20杯了啦。对啊，超过20杯了，那个对身体不好，你看看，难怪他银杠没有变宽。你在说你们哦？他银杠有啊。哪里变宽？我说谢茂全。有啊，他也变宽。还没，现在他银杠还没有变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国一啊，他是国一耶。还没登滚的、啊。对啊，他长高了。对，要长高。看不出来哈，他上次过年的时候跟现在比差很多了。又长高了。嗯、吃牛肉。那、啊、要怎么办？谢茂全，我们喝什么？不要加珍珠，你喝哪水？喝什么菊诺了？没有，要不然你就问他说，你们这他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，他里面淀粉被人家加那个。他们有送验吧？哎、没关系。是啊。对，你要去那边，然后。一样啊。你问他说，买比较贵的，还不是一样重？你怎么会知道原因？是啊，没办法。他们应该是有去送。没有，现在加工的东西真的不要吃。你真的不知道他加什么。他应该，他问题是五十单，最近爆人量，应该会送验，就像塑化剂一样。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送验？要不然拿出他送验证。他们一定会贴在门口。我们讲难听一点的，好啦，就算他现在是这一批是合格的，他在风暴过后嘞。没关系，那我现在。所以我现在加工的东西又不吃啊。可是你知道他怎样？他缺少锌，他现在在吃那个锌说，因为我现在我不敢吃海鲜，就会造成他缺少锌，就营养不良。哦，那你家里可能。我就是很少吃海鲜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家问题是现在医生一定觉得很少见到营养不良的食物。没有我这啊。哪里？你是要拿那个箱子？是那个箱子下来？没有啊。那个灰尘，那个不要玩那一个好不好？哦，你说上面那个 train 呢、哦？嗯。弟弟，你看。哎呦！咕噜咕噜咕噜哦。嗯。弟弟，你看啊、哦。我们要从这边，这个用球球，这是要用球球的。哎、很好玩哈、哦。好好玩，这边好多玩具啊、哦。哎，你赶快去啊，谢茂全。好棒啊、哦！我这。对啊。Train 啊！有我这里，我要拿我这。太高了，把那个太高了，要那个消防车。
来才能拿、啊，太高了，我们都拿不到。先我去。我们不够高啊。先我去呀。不要拿枪。啊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不是消，这不是火车吗？我要你要加吗？我们喝青玉，不要喝青玉。不要吃珍珠奶茶了，听到没？不要吃珍珠了。不是翡翠柠檬。对啦。正常的翡翠柠檬。啊，知道翡翠柠檬。好，对的。啊，正常。正常啊，先喝正常。你先去叫那个翡翠，那个不要等，不是吗？你再去买你的。先报钱，妈妈叫你。再买个芹菜二十块哦。好累啊！我觉得这样小孩子也很累耶。没有，我很少叫他买。哦。我很少。很少。都自己出来的。这个价钱是 OK 的。不要用消防车，消防车。没有消防车啊。消防车。没有啦，他要把火车拿下来，他说那个太脏了。对啊对啊。他看到那个是火车。那个放上面放太久。对啊，那个都灰尘。你要不要去吃肉肉？爸爸拿肉肉给你。要不要吃肉肉？没有肉肉。